我的脑洞超级大，很多奇葩的想法。上笑脸一对萌哒，表演的双人舞蹈有点浮夸，没想过这会暗示什么爱情，我也不懂啊。我说能看到过去你当笑话，我现在就给你证明，看着吧，看盼望光年之外仙女星星，现在好吗？世界太快，说给20元。让我的塔罗牌帮你算一卦，这种你注目卡我就乖乖的待在家吧。世界太快，谢谢，谢谢十二星宿逢之少年、okay ，真的好神秘呀、啊，连伴舞都要蒙着脸，你们该不会就是其他九个人吧？